承蒙大家的邀请，今天有机缘在昆士兰的黄金海岸与大家谈谈佛法。那么今天的题目是三皈依。这在佛法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我们修学入门下手之处，在没有说到三皈之前，首先我们对佛法要有正确的认识。在现在这个世界里，佛法确实存在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我们不能不把它辨别清楚。那么最普遍的就是宗教，大家都以为佛法是宗教，而我们今天也不能不承认它是宗教。其实这是变了质的佛法，换一句话说，佛法原来不是宗教，但是现在确确实实变成宗教了。那么另外一种呢，它变成了学术了，特别是在日本某些学校啊，学术团体，佛法变成了哲学，这也是变了质的佛法。在过去，民国十二年，欧阳靖武大师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做了一次很震撼的演讲，他的题目是佛法非宗教非哲学，就说明佛法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而为今世所必须，这个时代人人都必须要学习的。佛法变质，变成宗教与哲学，实在说这是很不幸。但是对这个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还不至于太大。那么在近几年来，我们看到佛法变成邪教了，诸位如果很冷静仔细观察，这是对于个人对于社会有害处的。另外一种呢，这佛法变成
作秀的佛法，这个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头也时有所闻。这种贬值变得太离谱了，变得太过分了。欧阳大师虽然告诉我们，佛法是现代人必须要学习的，可这佛法究竟是什么，他没有明白地说出来。而我们很冷静仔细去观察，佛法是教育，佛法是教学，我们可以从经典里面最常见的称呼可以发现，我们对佛释迦牟尼佛称为本师，我们自称为弟子，唯有在教育教学当中才有这种称呼，这是师生的关系，佛是我们根本的老师。佛法教导我们的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无量的苦恼，苦恼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生活环境不能够明了，于是产生了错误的想法看法，这样才带来了许许多多的苦难。如果我们能够将自己以及自己生活环境彻底明白了，真正搞清楚了，我们的思想见解就正确了，这样一切苦自自然然就消除了，而享受的是真正的快乐。这就是佛法教导的宗旨，教学的内容。由此可知，佛陀的教育实实在在可以带给一切众生真正的幸福。这也是欧阳大师为什么说出佛法是一切众生所必须要修学的。佛法的修学入门就是三规的传授，三规是佛法修行的总纲领、总方向。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
就是要从三皈做起。那么这个三条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是我们这一生修学生活的总方向啊，修学生活的目标啊。第一，这是皈依佛啊；第二，皈依法；第三，皈依僧。在古代，这种说法大家不会发生误会，可是佛法的流传要依照中国历史所记载的啊，佛灭度到今年已经3000多年，3000多年代代相传，免不了啊，有一些不正确的知见呢，掺杂在其中。我们中国人常讲啊，以讹传讹。因此，当我们读六祖坛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坛经是唐朝时候的作品，距离现在至少有1300年，而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跟我们讲三皈依，他已经不用这个佛法僧这个名词啊，他跟我们讲呢，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啊，而不是用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不用，不这个说法啊。为什么六祖不用佛法僧啊？是我们想象到大概在唐朝那个时候啊，这个皈依三宝的观念呢，一定是有很多人误会，如果没有人误会，那何必要这么说法呢啊，必然是有很多人呢错会了。1300年前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呢，就有人产生了误会了、错解了，何况又经过1300年以后啊，今天我们讲三皈依，那人家要是不错会了，那才怪了啊。所以坛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六祖给我们解释，佛者觉也啊，这三宝佛法僧呢，佛是什么意思呢？觉悟的意思。法者正也，法是正知正见。僧者净也，这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这教给我们归回归，归是回头啊，一是依靠啊。啊，什么叫皈依佛呢？刚才讲了，佛是觉悟的意思。觉的反面
是迷呀。我们想想，我们对自己、对眼前的生活环境，确确实实是迷而不觉。佛教给我们，我们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要以觉悟，这才是真正的皈依佛。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面讲的三宝有很多种说法，这个说法叫皈依自信三宝，不是你自信外面的，自信外面的都靠不住，这是诸位必须要记住。如果向自信外面去求，这是我们佛门里面所谓的外道。佛家这个外道不是骂人的，不是轻视别人的。外道是你心外求法，就叫外道。佛法教给我们从心性当中求，所以佛法叫内学，从你自心里面去求，不是向外求啊！向外求啊，就错了啊！向外求一样也得不到啊！向内求啊，又求必应。这个道理不但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中国的儒家道家也都说得很正确啊。因此这个皈依三宝，我们真正的皈依处啊，是要以自信三宝。我们从迷惑回过头，依自心觉。这句话说得很容易，可是究竟要怎么做法？我们很想回头，很想觉而不迷，可是偏偏迷惑颠倒。如果不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那这种讲法呢，就变成玄谈，变成玄学了。我们在生活上实际来讲啊，得不到收益啊，所以必须要晓得迷跟觉悟的现象是什么啊？也就是说，迷的样子是什么，觉的样子是什么。换一句话说，佛菩萨跟我们凡夫啊，哪些地方不一样，我们从这些地方呢能够摸到一条道路，能够找到我们真正的皈依处。佛在经典里面所显示的，像华严经的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佛菩萨，他们所表现的就是我们现前日常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各行各业
男女老少啊，他们表现这种身份，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似乎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他也穿衣，他也吃饭呢，啊，他也上班，他也工作，他也应酬啊，啊，这是跟我们相同的。相同里面呢，有不相同的。不相同的在哪里呢？他的心清净。是跟我们一样啊，没有一丝毫差别。我们每天工作八小时，他也工作八小时。我们在生活里面呢，天天生烦恼；他们在生活里面呢，天天生智慧，这就不一样。啊，我们生活、工作、应酬都生烦恼。啊，他们生活、工作、应酬都生智慧。怎么晓得呢？不但在经典上所显示的，而且我们的确得到了证明。六祖慧能大师就是证明。啊，他到黄梅去离五祖的时候，他曾经跟五祖说了一句话，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我们读到这一句话，有很深很深的感触。他的心啊，常生智慧；我们的心啊，常生烦恼。这个就是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智慧怎么生的呢？烦恼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只要把这里搞清楚了，就知道啊，从哪个地方回头，依靠什么，不就晓得了吗？烦恼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生出来的。这个是佛在《华严经》上说的。我们穿衣吃饭，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每一天上班工作，也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待人接物，还是有妄想执着，这个里头生烦恼啊，啊，生七情五欲啊，生贪嗔痴慢啊，烦恼永远不断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妄想分别执着是轮回心。那六道轮回哪里来的？就是这个念头造成的。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啊，工作应酬，这造轮回业，轮回心造轮回业，这就是迷呀，迷惑颠倒啊。我们学佛，佛叫我们回头啊，叫我们回归，从这个地方回头啊，依自心觉，自心觉那就是佛心啊，菩萨心，菩萨心超越世出世间了，这能超越啊。佛心是什么呢？反过来就行了，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
这就是佛性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的生活是菩萨行，我们每天上班工作也是菩萨行，我们一天到晚应酬还是菩萨行。关键就在此地，不同的地方啊，就在此地。你要会转呐、啊，把这个念头转过来呀、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所用的是真心，真心力念，这是大乘经上佛常讲的，念是呢。妄想啊，妄想是妄念的，真心里头没有妄念啊，真心是清净心，清净心的生活，生活清净啊，清净心做工作，工作清净啊，清净心应酬，应酬清净啊，没有一样不清净啊，啊，心净身就清净，身心清净呢，国土清净啊。啊，回头从哪里回头啊？这就这个路子就摸到啊，从观念上回头。那么也许有同学说，那我要不想，那不想我那个工作还能够做得成吗？啊，我做工作需要思考啊。啊，没错，当你工作的时候需要思考，你尽管去思考，工作放下来就不要再思考了，工作放下来再去想啊，那就叫妄想了啊。所以这个念呢，有妄念有正念啊，正念是我工作范围之内的，除了我工作范围之内的，我不再去想它，与我不相干吧。这个样子你工作也能做得好啊，你烦恼少了，妄想少了，智慧就增长了，智慧增长啊，你的工作就很顺利了，你工作就会做得格外好了啊，你生活也会更愉快啊，所以它增长智慧啊，这学慧能大师我们也要弟子心中长生智慧。现在我们做种种工作需要思考，这是什么呢？这是习气。真正修行，这种思考的时间会越来越短，思考的程度会越来越淡薄。如果功夫成熟了，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不需要思考了。啊，那现在你不行，现在你还没有功夫啊。啊，为什么不需要思考呢？他智慧先前了，何必要思考呢？啊，当你智慧没有先前的时候，需要还是离不开思考，但是要把思考的范围缩小。精俗啊，要把思考的深程度减轻啊，让你的智慧也渐渐往外透露啊。你要是想的太多，想的太远，想的太深，你的智慧完全没有了啊，因为那是妄念，妄念障碍了智慧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的啊。
这是我们讲觉跟迷啊，那个样子搞清楚理论呢也略略明白了一些了，必须要认真的做，要在这个地方真正下功夫。要学诸佛菩萨，佛菩萨运用六根，眼见的都叫做色相，耳听的是音声，练习见色闻声，六根对六尘境界上起作用的时候，学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智慧啊！不分别不执着是智慧呀，真智慧呀。再学呢，不起心不动念，那是修清净心，是修禅定啊。眼见色不起心不动念，耳闻声不起心不动念，是修禅定啊。舌尝味，鼻嗅香啊，六根对六尘境界。不分别不执着是智慧，不起心不动念是禅定啊。定慧在哪里修啊？定慧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啊，在六根接触六种境界当中修啊，这叫根本修啊，从根本修啊，这高级的修行方法啊。诸位读华严，你看华严经上那些41位法身大士，他们怎么修行的？就是这一句修行的，他们在这上用功，所以他不拘束在形式啊，修禅定不是盘腿面壁啊，不是这个啊，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啊，不起心不动念禅定。不分别不执着是智慧，你看转贪嗔痴为戒定慧啊，我们因为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搞的是贪嗔痴啊，人家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它起的作用是戒定慧，这就是为什么人家长生智慧，我们长生烦恼啊，烦恼就是贪嗔痴啊，三毒烦恼啊，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啊。这是从哪里归，怎么个依，你就晓得了。我们再总结一下，大家就印象更深一点啊。从妄想分别回头，从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回头，以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这叫皈依佛。皈依佛懂得之后，再给你讲皈依法。法是对宇宙人生正确的见解，正确的思想，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想法看法。
那要真实智慧现前呢，你才能够思想见解正确了。你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你的想法看法全是错误的。我们今天初学，初学一定要依靠经典，经典里面所说的就是诸佛菩萨的看法想法，那是决定正确，决定的没错误的。依照经典修正我们自己错误的想法看法，换一句话说，佛在经上教我们怎样做，我们就老老实实学着怎么做就对了。由此可知，皈依佛这一条是总的纲领、原理、原则；皈依法的这一条是从日常琐碎事项上教给我们如何修行，遵守佛的教诲。佛的经论很多，我们是不是要每一部经都学习呢？不需要。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了，佛这些经典是当年教人的，一个人由他自己的困难，由他自己的迷惑，遇到释迦牟尼佛向他请教，佛教给他解除迷惑颠倒的方法，告诉他利苦得乐的方法，以后记下来就成为一部经。可见得他就是从一次的指导他就得利益了，他就解决问题了。由此可知，一部经就够了啊，哪里要那么多啊。这是决定正确的。那么现在我们没有遇到佛，佛这么多经典，我们要依靠哪一部最好呢？这倒是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好像佛是一个大夫啊，那我们的人都是病人的，我们遇到这个大夫他诊断他给我们用药，真的是药到病除，解决问题了。现在大夫不在，留下来一大堆的处方，这经典就好比处方一样，我们是病人呢，那这个处方要是用对了我们的病啊，那很好啊，如果要是用的不对症的话，那个麻烦可就大了。佛法确确实实像这样的所以经典呢，这个修行的方法呢，与我们的根基相应，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如果不相应呢，我们吃错了药啊，不但这一生救不了，还带来了更大的麻烦。我想我这个话诸位同学要细想一想，一定的深深有所感触。从什么地方看呢？许多学佛的同学没学佛还蛮好啊，一学佛的时候烦恼多了，越学麻烦越多个人麻烦来了，家庭麻烦来了，哎呀一大堆的麻烦都来了，那什么吃错了药啊，那个药不对症
因此法门的选择在我们今天来讲呢，是一桩大事啊！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智慧啊，就好像自己害了病，大夫一大堆的处方摆在这个地方，没人指导，这个事情是麻烦啊！要是碰碰运气，那个不太可靠啊！啊，像买奖券中特奖不容易啊！啊，没有那么幸运的。那么这个要靠善知识啊，要靠真正有修有行有学的人帮助我们选择法门。可是今天真正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不多，我们一生未必能遇到啊，遇到你也未必认识他。越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越谦虚，你要问他，我不会呀，我没有智慧，我没有能力，我没有羞耻啊，他给你打针。啊，越是假的他就说我行啊，我有智慧，我样样都行啊，那是假的啊。今天呢，真假我们都没有能力辨别啊，哪是真善知识，哪是假善知识，这个麻烦大了啊。所以唯一可以走的路啊，还是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为我们现代人指出一条路，这是大集经上所说的啊，这是佛的预言，我们现在人讲预言啊。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释迦牟尼佛过世很接近的时代啊，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是佛在大集经上呢给后来的学生呢做了一个指示。那么我们今天生在末法时期啊，无论照中国的说法照外国的说法都是末法时期啊。佛的法运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啊。我们生在释迦牟尼佛灭度2000年以后，那都是末法了。那佛讲的末法时期净土成就，那我们今天修净土啊，老实念佛决定成功，这是遵照佛的指示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当然这个就一般更新而论啊，也有修禅成就的，也有修密成就的，那是特殊的人物，那不是普通人。啊，那么我们想想我们的更新是不是一个特殊的更新啊，上上更新的人呢啊，你可以尝试学禅学密学其他的法门。如果觉得我的根性很普通，不是上上根人，那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指示啊，是很有希望的。那老实念佛了，没有不成就的。特别是在净宗经论啊，我们读了以后，细细的去思维，细细去研究，确实有道理啊。这就在法里面，我们归以净宗经典啊，也就是说在无量经典里面我们选择净宗五经一论啊，这个六本，这个六本的分量多不多啊？
这六本的时候，足够我们一生用了。绝不可以轻视啊！哦，这个分量很少，实在讲不少啊！啊，要细细讲这六本经，十年都讲不完了，这是实在话了。啊，所以依照这六本经来修行呢，就够了。啊，我们皈依法了，法就选择净土啊，五经一论。这非常踏实。净宗学会成立之后，我们在缘起里面提到行门的五个科目，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必须遵守的五个守则，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都是净宗这个五经一论里面所说的。五个科目好记呀！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与佛所讲的话对一对，相应不相应？如佛所说，这正确，我们没有做错，没有想错。与佛说相违背的，那我们就讲错了，就做错了。用这个来检点自己的生活行为，修正自己的生活行为，我们真正抓住了纲领。皈依僧，僧是清净的意思，是活活的意思，六根清净，一尘不染。特别是净宗着重在修清净心，僧除了清净之外，还有六合的意思。我们在皈依里面念到誓词，皈依僧众中尊，众用现代化来讲，团体、社团，这个世界上社团很多很多。从小的地方说，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社团，就是一个团体。佛告诉我，学佛的人这个团体，在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尊敬的，最值得赞叹的。为什么？他是模范社团。可以做所有社团的榜样。它的特点在哪里呢？就大家都能够很和睦的相处，是一个和和的团体，团体就怕不和，他们的想法看法很接近，见和同解。我们今天讲建立共识非常重要我们的想法看法是一致的，这个是一个团体的基础和睦的基础。特别我们在今天澳洲这个地方，这两天我们见到政府的两位官员，他们都很慈悲，都很善良，实在非常难得，告诉我们澳洲是一个
多元化的社会啊，在多元化各种种族啊，各种不同宗教信仰，如何在异中求同，建立共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两天我们接触，大家都有这个共识。非常难得，是我们在这个地区啊，将来能够团结啊，能够发展啊，真实的基础啊，就是这个理念。那第二个呢，是戒和同修啊，这个意思就是守法。尊重别人啊，尊重法律，尊重别人的生活习惯，尊重别人的宗教信仰，彼此互相尊重而没有排斥，就能够合作啊，能够互相合作，互敬互爱啊，互助合作，这个社会才能够繁荣啊，才能够和睦相处，共存共荣啊。我们佛法这个六合敬是讲这个道理，所以这样的团体在所有团体里这是最尊贵的啊，所以皈依僧重中尊。我们要向这个目标去努力，别人不尊敬我们，我们尊敬别人啊，别人排斥我们，我们爱护别人啊，要用时间，要用真诚来感化他啊，这样才能达到这个和睦相处的目标啊，要有耐心，要有真诚。这个僧里头啊，有这个意思啊，所以皈依三宝啊，是皈依觉真净啊，这是三宝啊，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啊，常常保持自己的清净心啊，清净心就是觉心啊，就是觉悟，清净心就是正知。正净啊，所以讲觉正净啊，实在说是一而三，三而一啊，都是讲的我们真心的本性啊。可是中国自古以来，在佛法里面，我们晓得有十个宗派，有无量法门。宗派法门不管怎么多，他这个修行的方法呢，都可以把它归纳为三大类，就是觉真净三大类。那么一般来说，禅宗、信宗、法信宗啊，他们从觉门，所以禅宗啊，他的目标是要求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在觉真经啊走觉门。禅宗以外的讲教下啊，像这个天台宗、显首宗啊、法相宗、三论宗，这些都是在教下，从经典里面入门的，那是走正门，用经典的教训、经典的理论方法修正我们错误的想法看法，他走的是正门。我们净土宗啊，完全用念佛修清净心，所以我们是走的这个净门啊，觉正净三个门，我们走的是净。觉门要上根
上智，他才能走得进来。不是上等智慧呀，他开悟不了啊。这个正门呢，要很长的时间，就像念书一样啊，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花很长的时间，他才能进得来。啊，那中下根性人就能进得来，时间太长了。啊，这个净土宗好啊。你看，不必上上根基，也不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啊，一句阿弥陀佛，修清净心也能进来。啊，像我们一个讲堂三个门呢，在门外不一样啊，进门都一样了。无论从哪个门进来，都相同了。所以一进来觉真进呢，通通得到了，通通具足了。所以诸位细心去想想，还是这个方法高明啊。这个方法是一切诸佛赞叹的，啊，就是它太方便了，啊，既不需要啊这个上根立志，也不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啊，的确是最殊胜的法门，啊，那么这是把皈依啊，怎么个皈？怎么个一呀，跟诸位说清楚了，说明白了。那么除了自性三宝之外呀，有常住三宝啊，这就是形象啊。在形式上呢，佛的形象是佛宝，经典是法宝，出家人是僧宝。那么这个形式上的三宝有没有用呢？很有用处啊！什么作用呢？提醒我们啊！如果没有这个三宝啊，今天跟大家虽然是讲得很详细很明白，下楼就忘了，过两天呢就完全都没有了，啊，就又回去又回去了。因此供养三宝啊，这个功德利益就太大了。我们家里供养佛像，一见到佛就想到我要自性觉，我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要学佛菩萨，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啊，看到佛像想到这个才管用啊。所以佛像什么用处啊？就是这个用处啊，不是叫你天天香花水果供养给他磕头，那个一点用都没有啊！你以为那样佛菩萨欢喜啊？佛菩萨早就跑掉了。这个诸位要晓得，佛菩萨希望我们觉悟啊，不希望我们迷信呢、啊、迷惑颠倒啊！啊，把佛菩萨当作神明看待，说错了。所以要知道供养佛像意思在此地，啊，提醒我们自己，觉而不迷。啊，见到经典，我们立刻就想到正知正见，正而不邪。啊，看到出家人，就想到我要静而不染。啊，让他来提醒我。啊，这个利益了就很。大很大啊，所以住持三宝啊有这样的功德利益啊。所以一看到出家人，我要修清净心，我要六根清净啊，我要跟大众和睦相处啊啊。因此这个住持三宝就很有必要了，因为它是三宝这个形象，三宝这个样子啊。但是要注意，要有实质的内容，我们才真正的得到利益。如果没有实质的内容啊，光是这个样子不行，这个得不到利益啊。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晓得怎么下手了，这叫传授三规，这是把三规啊传授给大家。除这个，这是内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另外有个形式，形式啊，这是拜老师。形式实在讲，就是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呢，我发愿，我宣誓，我从今天起一定要这么做。你是发的这个心啊。那么有个出家人来给你做证明，给你做见证，证明你确实发过这个誓愿，你发愿一定要这样做法，做一个真正佛的学生，佛弟子，这是给你做证明啊。那么这个仪式简单而隆重啊，现在有很多这个仪式很复杂的啊，仪式做一两个钟点，什么意思不晓得啊，糊里糊涂皈依了啊，皈依之后也糊里糊涂去过日子，这个与佛法的教义完全相违背啊，真正回过头来依靠自性三宝，那个人完全变了啊，我们今天一般讲改造命运啊，甚至是改造体质，真的命运体质都可以改变，那个心一回头的时候完全就变了，就不一样啊，所以仪式简单隆重啊，我们一般采取的仪式是采用弘一大师从戒经里面记录出来的三规仪式啊，弘一大师告诉我们，这个仪式是世尊当年在世为弟子们做三规啊，就是用的这个仪式啊，所以我们也采取这个仪式。昨天我们也曾经跟这个布里斯本那边同修啊做了一个三规的仪式，也略略的说了一些，没有这么清楚啊，没有这么明白啊，因为这一次同修们希望留一个录影带啊，让大家呢知道这个三规的真实的意思啊，三规的这个修学啊，所以我们总结到啊三宝啊，如果要不落实在三宝上，有很多同学觉得，哎呀，法师你讲的都是些理论，我还是没有依靠啊，他必须要找一个依靠他才放心啊啊，那我们也要满他的愿啊，我们皈依佛，皈依阿弥陀佛啊，为什么不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呢？释迦牟尼佛劝我们皈依阿弥陀佛，我们皈依阿弥陀佛正是释迦牟尼佛对我们的期望啊，皈依法我们皈依无量寿经，皈依身我们皈依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啊，这个两位是三宝啊啊，所以以后有人要问啊，你们有没有皈依，我们皈依三宝了啊，你们皈依哪一位法师，我们皈依阿弥陀佛大法师啊，我们是弥陀弟子，这个就没错了啊，我给你们做证明的啊，就谁给你做证明啊，净空法师给你做证明啊，我给你们做证明的啊，这完全正确了啊，而不是说哦，我皈依净空法师，那就错了，那就大错特错了
啊，这个我过去在三规上常常讲啊。啊，我们是皈依三宝，不是皈依某一个人。啊，皈依某一个人，你把这个佛法的僧团分化掉、分裂掉，啊，这个过失就很重。啊，要依照戒经戒罪，这个是破活合僧，堕阿鼻地狱。啊，所以一定要知道，不是皈依某一个人，啊，这个人是代表僧团传授三规给我们做证明的，啊，这个就对了。啊，所以这种误会呀，从《坛经》上看的时候，至少是一千多年的误会，必须要澄清，我们自己才有一条生路啊！啊，非常非常重要。三规传授啊，我就讲到此地啊，谢谢诸位。